这个你要等我下播之后，然后看到了吗？看到了没有？他呢？不温柔，下不来呀。小三，阿姨说我还在哪里？在家里。太可怜，天色已越亮。你看你啥了？那你自己不加，你看不着，还怨我，还非得说我虐待你。你得先加。天天安静，加你，刚哥你得刷够啊，24万流水，你得刷够6000个领囊或5个猫宝宝，6000领囊就24万流水，刷够了才能加呀，宝宝。换这个，完了，我这怎么确定了呢？想搁加微信，你说能干你们想干的呗，那还能干我想干的，那是我加你们了。加你加我的。
毛宝宝，你刚才不刷别的了吗？反正也算是流水，但是够24万就可以加了。花费两。三十配房点的呀，这花生的咋办安排你们的？这就没得话顾了。哎呀，我的脖子好疼，我把这脖子要碎了。你的号是不是加微信加上来的呗？再大一点呢？好，拿三错。在地上趴地上了，
几个孩子家。五个。五个孩子。现在点的话，哎，我这凳子啊都让我抠坏了。怎么看不到人？不可能，看不到人那就卡了。你重新进一下。哎，我天天在直播啊，就有的时候我也不闷，我就在抠凳子，把凳子要抠坏了都。才四五点呢，我就是想过年换个凳子，所以说我就嗷嗷抠，不要抠坏。我就有那个什么，有理由换凳子了。抠的地方不对，那我在直播时候还给你抠别的地方看看呢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刚扣完，他们说我太不淑女了，所以说不让我扣了。谢谢男朋友的再会，咋？欢迎成的。社会淑女没人要，看来怎么是你？我脸上怎么发青了？没有，就是那个起了个痘痘，灯光晃了吗？熬夜了，天天熬夜。现在帮我揉一揉，真的，我想找人按摩，太疼了，作为小男生。